先看第五名吧。好好好，那我们就来公布第五名哦。三二一，元大跟新长哦。那最后的这个第五名同列的元大跟新长，他们是各得到17票，那他们的得票率是4%，好、哦，所以其实也算是蛮高。好，我来看看新长哦，新长也是刚刚得票率4%，17个人。明明是他的救护，加办血清卡也打，开他的新数位账户也打，浪费我的连征次数。哎、欸，我们现场有没有人是办新展，然后是救护加办，但是也没过的、啊？有吗？有吗？哎、欸，真的有哎、欸，你屌不屌大？你陈先生也是，哎、欸，真的很绕赛哎，就是怎么会这样？他是救护机有靠有加办，然后还被打。那这个你没有打，你要去问什么原因吗？有去问吗？我反映了，哎、欸，我请他重新弄了2次才过。那他那个系统，那他的原因是什么？他有跟你讲原因？没有讲，没有讲原因，好奇怪哦。那是大不大大呢？所以还是有过，所以是系统应该是一开始就全部打掉。哎、欸，那个很奇怪，我第一次遇到哎、欸，因为我办信用卡很顺哎、欸。好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是信用卡审核时间太久，嗯，与线上申请所事不符。哎、欸，所以大家拿新的信用卡都很久吗？有没有2到3周？哎、欸，可是西长可以送几天啊？元大送旗舰不能加，就不用加钱。元大还要加钱，元大要加钱。大家记得早期元大赚金卡要送旗舰还要加多少？200块，这是超坑钱的。对啊，开户评分标准是个谜，所以有没有人是财力很好，然后就是被刷掉的？很奇怪哦。那还有一个新喜数位账户的部分哦，他这个其实很严格。这里也有一个人写，因为我办卡他不给我过。对啊，大家就是你办卡不给我过，我不讨厌你，就是大家都是非常的，就是自我中心，大家都很理性，对，大家都是自我中心这样子。当然我可以理解啦。像我第一次办元大银行信用卡的时候，他真的不给我，就那时候办金卡最夯的时候嘛，我就打电话就要跟他靠背了，我说你靠背的不止，你靠背的不止元大银行，我所有的银行都靠背过好吗？所以难怪成为宝可梦的。好，那他就是说，哎、欸，我们这个内部评分就是没办法。哎、欸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记得有一次不知道是中国信托还是哪一家银行，就是也是我遇到问题，但是那客服就拖很久，然后我就跟他讲，他说我帮你处理，他就把电话拿起来立刻帮我打去大银行，他就说为什么他的东西要处理这么久，然后他就帮我解决这件事。所以以后如果你们遇到什么办卡问题，可以来找他。说我跟你讲哦，中国信托不让我核卡、欸，哎，他就被打电话去骂他，说为什么你不给他卡？这也太强人所难了。人家的财力这么又不一样，在今天法律遇到的时候，他就立刻把我打电话去骂一下这个银行，这样子，所以他真的是有影响。好、啊、这是好朋友才专属的，好不好？大家欢迎大家跟我成为好朋友，这太好笑了。